咁我哋第一首咧會係一首翻玩歌嚟嘅，可能大家都聽過。
大家都會聽過呢首歌啦。咁係最廣為人知嘅就係林子祥、林天雁同埋詩詩唱嘅版本《三人行》啦，歌名叫做。咁其實但係呢首歌咧原本嘅原唱咧其實係屬於 Peter Paul and Mary 嘅一對外國嘅樂隊。